他们在一个光的整都进去，不在也不知道问保育员都不看。啊，两次点心都吃完了。吃完了。吃完了。你说两次，我只看到一次哦。不是啊，真的，就是会有点菜没了，菜还没了，跟前那个菜都没有了。嗯，菜可能会到里面去喂，还是会再一次，不一样。可是我上次来遇到那一次，不是喂第二次啊？一般他是先买完那个，然后跟进的。你看那个老虎的小孩是蛮可爱的，可是我真的也不是很喜欢说有人一直坐在那个前面。可是老虎很喜欢。我觉得他不叫喜欢了，这是他的本能反应。他好像玻璃前面没有人，知道他没多久就离开了。真的要进去啊？对他来说，人可能像食物啊，他不知道什么他喜欢不喜欢。如果是这一点的话，现在那两。